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我看到敲锣打鼓啊，哎，这个是敲鼓啊。昨天我们看的这拍鼓和邓鼓啊，这个是敲鼓啊，这个是敲鼓啊。你说这一幕太熟悉了，敲鼓啊，你直截了当就说了，哎，怎么这么多年过去还不停下来呢？哎，这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一支箭，哎，那个毒箭呢，往人家城楼上打过来啊，那个叫箭毒啊，打过来的是箭毒啊，箭毒是箭毒，你知道吧？哎，箭，弓箭的，一支箭的箭啊，毒啊，那个箭毒呢是来自于植物，然后呢，你射中人以后呢，就人就麻木掉了，麻痹掉了啊。另外一种呢是来自一种蛙，叫箭头蛙。那个箭头蛙呢，一只箭头蛙可以毒死140个人，一只蛙啊，像青蛙这样的。另外呢，如果你提炼出一颗来，应该是一颗的那个箭头，可以去查一下的啊，一颗就可以毒死15000个人，可以让15000个人毒死啊。所以我就这个时候就看到那好多那个箭伸过来，箭的头上就有那个箭毒啊，就是跟人家洗脑啊，跟人家洗脑啊，洗脑之前，首先让人家脑袋麻痹掉，首先跟人家脑袋麻痹掉，脑袋麻痹掉了一个，然后啊给他一洗脑一个，就一个程序粘到人的脑袋里边了啊，粘到人的脑袋里边了。所以这个程序啊，粘到人脑袋里边，好像那个一直在兜圈子、兜圈子、兜圈子。所以后来有了后来的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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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不停下来了呀。敲鼓啊，不停的呀。这个敲鼓的意思啊，是歌颂毛泽东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程序还没解开，就像中了个病毒一样，涌动了在里边啊，涌动了啊，涌动了。然后啊，甚至现在这个病毒已经蔓延到国外了啊。这个病毒已经蔓延到国外了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啊，这个病毒啊就一直持续下去，一直持续下去。你就是说生活改善了，到了国外一看，生活在国外一下子生活改善了，他就还念念不忘国内那一套。原来在中国的是恨透的那种事情，到了国外一个好像你没恨也没了啊。哎，好像换了一个环境以后啊。他那个恨的念头没了，因为你当时在中国的场景都是活不下去了呀，活不下去的情况之下，那就想到了恨的呀。后来到了国外以后嘛，哎，能活得下去了一个，原来那件事就不恨了呀。哎，你说这也奇了怪了啊，你都是几，这也奇了怪了，奇了怪了，哎，这也奇了怪了啊，这也奇了怪了，这也奇了怪了，哎，这也奇了怪了，哎，这也奇了怪了啊。这也奇了怪了，哎，你说这个像中了邪似的啊！这个像中了邪似的，哎，像中了邪似的啊！那么，哎，因为我们的临牌当中，因为你经常看嘛，经常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很多人的现在的异常行为啊，来自于那个陕北老汉不断的敲鼓。你陈述一下刚才我重复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。哎，我们看到很多案例。哎，看到很多案例，它的原因是来自陕北老汉不断敲鼓。然后呢？你说我知道陕北老汉敲鼓啊，它的原因是来自于被陕北老汉啊，就是进的那个找我们来临牌的或者处理问题的人，他的来源于陕北老汉在那边敲鼓。也就是说，被那些陕北老汉附体了。那你说，那么那些陕北老汉又被谁附体了呢？那么那些陕北老汉又是被谁附
题了呢？哎，原来现在告诉你个本质问题啊，原来呢是陕北老汉没有被什么附体，哎，是中毒了。就中的刚才我描述的那个箭毒啊，中的那个箭毒啊，这个箭毒来自哪个时候的情况呢？那个1943年呐、啊，1943年、啊，在陕北在延安那一带，毛泽东说，我们那个什么要百家争鸣呐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呐，言外之意啊，邪外之意呢、啊，就是文艺可以造假。所以啊，好多那个假文艺东西啊，假文艺的东西啊，塑造出来的东西啊，就给那些人灌输到脑袋里的、啊，灌输到脑袋里了以后，灌输了就慢慢麻痹了啊，把脑袋麻痹掉了。本来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啊，谁的劳动成果就是跟谁所得，谁拥有资产，那么利用资产可以有收益。后来被毛泽东的几个理论，然后就叫人家，搞那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乱七八糟的那个文章一出来的，各类小说什么的，以后把人家洗脑以后，把那个脑结构都破坏掉了，洗脑到，哎，自己勤劳带来的财富也不是自己的啊，你勤劳以后就变成那个地主了，变成地主就要被打倒，如果资本家他有资本放出去，有人给他劳动，又是被打倒。后来就是慢慢把这些人脑袋里边最基本的那个思维啊，最基本的常识都解体掉了呀，脑袋里边最基本的都解体掉了，解体掉以后啊，就麻木了呀。现在你身上有个症状是麻木掉了，你讲麻木掉了，哎，身上麻木掉了啊，麻木掉了，这个人还发软啊，那个箭毒中毒了啊，人呐、啊，他们现场就要达到这个目的。他说你麻木掉了啊，麻木掉了，身体发软，这样我才叫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有判断能力了嘛，也不同意对抗了嘛，所以啊，慢慢中国人呢就没有了反抗能力，也没有了思考能力。现在延续下来的就是没有判断能力，没有思考能力，这样呢，最早的那批人呢是搞被文艺。那变的那个延安出来的那些啊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以后，那些造假的，讲那个黄死人呐、啊，讲那个白毛女啊，反正这一类的啊，这一类的灌到人的脑袋里面，就是是非不分的呀，然后就搞到一个就是欠账有理啊，这一代的就不理，现在这个一直在全中国发酵，所以啊，所以欠账的有理啊。然后还账是不应该的，农民工要不到钱去讨债去的话，抓的是农民工，而不是抓那个债主。哎，现在彻底颠倒黑白了。哦，这个时候我看箭还在往上射啊，延安那边射过来的箭还在往上射，让人头在那射啊、哦，还在跟人家洗脑吧。同时啊，已经被洗脑过的人，已经死去的还在附体人家，哎，这个加重了这个洗脑啊。后来现在中国人你这就叫脑瘫了，你讲啊，脑瘫了就脑的那个主体结构被解体掉了啊，脑的主体结构被解体掉了啊，哎，主体结构被解体掉了以后好像就没有思维了，没有思维的情况下，有人还要想装芯片，给他装芯片就更来一个直接了，就直接把人家的意志强加给现在的人了啊。然后长了芯片以后，哎，给他一个电流刺激，你这边就会产生个红斑，电流刺激一个，这边产生个红斑，脑袋里给他电流一刺激一个，产生个红斑，也就身体不是你自己的了，身体都不是你自己的，因为芯片一张以后，你的身体已经被成了那个芯片的主人的了。芯片上给你一个什么信息，然后你就再行什么信息啊？哎，你完完全全被人家控制住了啊！你说经过几十年的洗脑，中国人民彻底被人家控制住了啊！经过几十年的洗脑，中国人已经彻底被控制住了。哎，现在我看到那个普京呐、啊，
普京呢，只要在电脑上按几个程序啊，马上中国这边呢脑瘫了呀。原来司令部啊在那个普京那边啊，司令部啊在普京那边，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源源不断给他送那个版本呢，送那个提高版的版本给他呢，提高的版本给他啊，中国那个领导就是领导阶层呢给他提供，向他提供软件，让普京输到这个中枢里边啊，一个芯片上，普京呐、啊，普京呐、啊，普京呐、啊，离了普京呐、啊，中国的统治也会死，也会垮掉，啊啊！这林健看啊，林健看的统治方式就是普京在电脑咔咔咔咔操作，一操作以后就把这个信息输到那个芯片上面啊，就送到脑袋的芯片上面，这个芯片上的内容是谁送的呢？就是北京那边的啊，送给他，然后由他输进去，送给他，输进去，送给他，输进去，送给他，输进去。当年共产国际建立的那个这个通道啊，就是这样的通道，啊，当年共产国际建立这样的通道，建立这样的通道以后，现在发挥作用的还是通过这条途径在发挥它，啊，通过这条途径发挥它。看明白了吧？嗯，看明白了。啊、嗯，原来人家说那俄，有人一恼火啊，说称他俄帝啊，哎，真的没错，是看到本质的人了啊。原来当年从27年就开始建立起来的，21年、27年那种建立起来的，建立起来那个网络还在呀，还在呀，那个建立起来的网络，哎，原来又通过这个网络给他下的毒箭呢。戒毒啊，戒毒给他那个不断的那个让戒构人的脑袋，让他瘫痪掉。现在发展到又通过芯片啊、哦、来给他瘫痪掉。芯片的那个源头在普京那边呢、啊，普京就是原来那个俄罗斯留下的和苏联留下的那套体系啊，通过这个途径呢、啊，哎，你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途径把它切断掉。哎，我们应该把这个途径切断掉。我们应该把这个途径给切断。哎，你说切断这个途径最好的方法，用电子飞的把阴阳扬出去嘛，把你这个那个途径上面线路上密密匝匝全部在电子飞里啊。原来我那个一直印过来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啊。你说那个通道上面全部装上电子飞里啊。啊，切断它的最好方式就是用这个电子飞碟。哎，对。说到电子飞碟，一下甩出去很多啊，甩出去以后，整个那个通道上面密密匝匝，就像个高压电线上面站满了那个鸟啊，站满了各式各样的鸟啊，每个鸟就是一个电子飞碟啊，这个线路上面出去密密匝匝的都是啊，密密匝都是啊，然后慢慢像一根枯藤呐、啊，原来那个线路啊，像一根植物藤呐、啊，原来肥硕的很，一直长。生长得很茂盛的啊，100年过去了还长得很茂盛的啊，长得很茂盛的。现在电子飞碟站起在那边以后，慢慢这根藤呢就枯掉了啊，慢慢枯掉了啊。电子飞碟在上面就切断它的那个通信，切断它的电力，通信系统、电力系统一搞一个，就慢慢就枯了啊，慢慢就枯掉了啊，慢慢就枯掉了啊，慢慢枯掉了一个，哎，这套系统。解体掉了，这个系统解体掉了，这个解体，这个解体掉了以后啊，然后对人的那个洗脑啊，看过去就慢慢不起作用了啊，慢慢不起作用了，不但洗脑不起作用，而且那个相当于那个箭毒啊，因为它不断的有那个程序加进来嘛，还有一个箭毒的作用嘛，慢慢那个箭毒也失效了。那个箭毒啊，如果你不能一直给他架的话，他时间长了也会那个，也会能够失效。但是你不能给他架的话，你一直老的失效，新的加进来的话，你一直没有解放的时候，一直没有办法看到未来啊，没有解放的时候。现在这么一整一个，慢慢就枯掉了啊。
这个一个像一个线路一样，原来那个由苏联建立起来的那个机构，慢慢开始枯了啊，慢慢开始枯了啊，慢慢开始像一根藤呐，慢慢开始枯萎了啊，然后慢慢开始烂了啊，然后慢慢断掉了，开始自动断掉烂掉了啊，慢慢人呐、啊。成了一个个体了啊，不像以前呢，几乎是全国人民了，基本全国都被拉到一根线了，都被拉到同根线的同个源头啊，所以啊，洗脑管用，有的时候到了国外还在被洗脑，现在慢慢这个源头断掉以后啊，慢慢可以，这种啊东西输进去越来越难了，越来越难了，然后慢慢有个恢复期啊，人的那个。辨别能力就慢慢出来了啊，那个辨别能力就慢慢出来了，辨别能力就人的思考能力啊，辨别能力慢慢就恢复了啊，慢慢就恢复了，慢慢就恢复的时候，哎，好像那个陕北佬哈，原来是他一敲的哈，下面的人就起作用了呀，他一敲下面的人起作用，现在发现那个陕北佬哈那个也僵掉了啊，原来像机器人一样，他也后面也有东西控制的啊，首先把那个陕北佬哈敲过那个。那个也解体掉了，他后面不灵了，不灵了，他也不敲了嘛，敲不动了嘛，敲不动了。另外一个事情呢、啊，跟他洗脑，就洗不动了啊。原来一个无形的一个装置啊，就由苏联那一套遗留下来的，那套共产国际留下来的那一套网络系统啊，升级到芯片上了，升级到芯片上了啊，无形的。接到人的脑袋里边，这样就慢慢，这个就解体了啊，慢慢解体了啊。原来机器人有芯片呢，芯片跟一个电流，跟一个信息的一个，哇，这边一个红斑一块的出现了啊，哇，一个电流，哇，这边一个效应就产生了，就红斑一块块红的，原来是它通过电一个本一块，通电一个哎一块的，然后就慢慢把这里源头上。把它解体掉了，源头上把它解体掉了，啊，源头上把它解体掉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普京呐，在那个啪啪啪啪啪电脑，啪啪啪啪，啪啪啪，原来电脑的输进去是马上就产生效果了啊，好像就他在自嗨了，现在是自嗨了，屏幕上看得到原来。原来同样在输东西啊，原来输东西是能起作用的啊，现在输东西啊是不起作用，只显示在他自己电脑上叫自嗨啊，他以为还像以前这样还能控制啊，实际上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。今天是几号？7月6号，还7月7号？对，我这边还7月6号。啊，7月6号啊，林健，差不多从7月7号、7月6号、7月7号。那段时间就开始慢慢解体掉了啊，啊，普京那边失灵了要啊，失灵了，我们今天用电子配件把那个系统给解体掉了啊，把那个系统给解体掉了。原来我们一直没想到那个电子配件干什么用啊？人家催着我用的时候，我一直没派什么大学生，就是尝试性的这丢出去几个，丢出去几个看看有什么效果。原来是干这个大事情啊，干这个大事情，先把那普京那个。原来共产国际留下来的那个洗脑线路啊，给断掉了啊，把洗脑线路给断掉了啊，洗脑线路一断一个。这个案例现在就实时的是吧？哎，实时的，哎，实时的，而且确认日期了嘛，上面的确认日期了嘛，到底是7月6，哎对，所以我就问那个7月6号、7月7号，他们也要记录下来嘛，这个程序要真的开始了啊。所以说那个，在程序上记录下来了，程序上已经记录下来了啊，程序上记录下来了啊，记录下来了啊，然后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啊，做的第一步啊，啊，后面，制造出来的，运过来的，很多的电子飞碟就发挥作用了，这个电子运送电子飞碟的那个通道，我们已经讲过了啊。他们为了这个几乎是叫解放地球啊，几乎叫解放地球啊，解放地球就是那个飞碟从那个
银河系里边啊，那个铁路线上送过来的，铁路线送过来一个靠近这边那个电那个大飞碟，啊，一飞飞过来，一飞碟大飞碟上载的都是电子飞碟。然后因为我这段时间，包括昨天前天我排的是还在送电子飞碟，我一开始想那给我那么多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。然后现在知道了啊，要切断，要从普京那个那一段先把它那个回路啊，要把它断掉啊。那个回路一断的话，那个陕北老汉也不起作用了啊，那个芯片也不起作用了，壳骨什么这一摊子啊都不起作用了。所以你说呢？现在我回头想想也是啊，你说呢？你说这么容易被人家洗脑了？那我们又想想你的那个生活是这么艰难，跑到国外怎么还是那一套呢？怎么一点没变化呢？哦，原来就是有个网络系统在，被这个网络系统控制住了啊，人呐，被网络系统控制住了。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呢，现在通过这个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，这个问题解决了啊，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好像这个信息啊。要就很快会显现出来，很快显现出来以后，就是那个什么宣传部啊什么之类的啊，指我们这边的啊，指的那个这个宣传部不是普京那边的，普京那边是源头上控制啊，他这个一解体和那个总线路主干道不通的情况下，慢慢就开始垮了，开始洗脑又。洗不动的时候，人开始慢慢垮了，慢慢觉醒了啊！因为你想，任何一个国家，警察不会站到那个统治者这个立场上去的，因为那个警察他有家属了嘛，那些也是最基层的人嘛。你说这个中国也怪得很，那个警察也站在那个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面来对付自己的父老乡亲，哎，这种事情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啊！真的不可思议啊！原来是一个网络系统在不断的在跟人家打箭毒啊，洗脑芯片，然后那个，普京那边的那个程序上在起作用嘛，慢慢这个局面会改变，啊，慢慢这个局面会改变，啊，人呢可能慢慢开始能恢复思考，一旦恢复思考一个，就开始可以解体了啊。然后你知道这个情况以后，慢慢这个芯片那边电流过来就不起作用了，你怎么给它刺激都不起作用了，不起作用以后你那个胳膊上那个一块块的就没了啊，一块块的，现在的一块块从原来不一样啊，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差不多，这样不一样，来源不一样，这个是脑袋的芯片上电流过来一过来一个啪一大片啊一大片，而且那个这个都是不规则的，那个板像闪出去了，这样板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图案这样的，像爆炸型的那种，那个这个源头一断一个，慢慢这个就消失掉了啊。我们讲的这个你明白了吧，这个通路啊通路产生的效果，哎，效果我没讲的太多啊，效果实际上我们想象都出来，因为免得那个人家那个有的人看得太懂的对我们也不利啊，反正我们自己知道了，引申出来的都知道了啊，关键问题我抓到源头了啊，源头把这个通道给解体掉啊啊，哎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吧，啊，现在我们想起啊，哎，对，原来我们也有点很渺茫啊，很迷惑啊，怎么，好像我们的啊，我们期盼的东西就没东西了。你说啊，现在慢慢看到前阵子做的事情呢，我这边接受到的，你这边接受到的，合起来就发现是在这个事情，哎呀，太出乎意料了，难怪人家那个说的没错，原来就在普京那边，就在。
俄罗斯那边，人家说称他一个什么俄爹俄爹，他真的没错没错没错，就这样。啊，现在，其实我，嗯，早的时候我也想问你的，你你听说，起来中有没有出现这个普京的人，他到底是啊，个什么样的人？啊，我原来想问你的。哦哦，啊，那水稻然后今今天天，就出现了。哎，这今天就出现了哦。他这跟共产国际建立这样的一个通道，原来的情况这是牢不可破啊！你直接过来的信息很难往中国脑袋里面植进去啊！你是他只能通过那个宣传，但是不是背后的脑控，背后的脑控是要把这个相当的信息要送到那个普京那边，由普京来输进来，因为当年建立的途径就是这样的，共产国际建立途径就是这样的，在临界留下也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在把这个通路隔断了，隔断以后就成了一个个个体了，而不是说一个所有人都一样的一个成了一个机器人了，给你输入一个什么指令，他就这样去做了，那么老百姓也成了这个样子，警察也成了这个样子，那么就完了。现在那个一解体以后，成了一个个个体了，成了一个个体，他就有思维能力了，有判断能力了啊。尤其那个警察，原来是我们觉得奇怪，他自己又父老乡亲，就要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来做事情，所以这个让人很绝望的啊！但今天发现那个把这个解体的其他没看到的，看到那个就现在看到的，还重复刚才的场景，就那个一个个枯藤呐，像植物藤一样的，就烂掉了、断掉了啊，一个个断下来了啊，一个个断掉了，就建制被一起中一个个断掉了、断掉了、断掉了，就解体掉了这个通道解体掉了。解体掉了以后，就在脑控啊，就很难了啊。所以这个芯片就脑控到原来的那种盲点还在，那种呢又附体，脑控加附体的话，雪上加霜。现在这个一断以后嘛，就开始就彻底断了啊，枯了啊，这种。哦，现在没看到什么新东西了。那先这样啊。好，啊，好，行，啊，啊。